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一位辽代开国重臣及其家族的墓被发掘，墓中上百件珍贵金银器、瓷器以及其他随葬品重见天日。令国内外考古学家震惊的是，这些出土文物质量上乘，艺术水平高超，许多文物被评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一时间，这座辽代大墓备受瞩目，它就是耶律禹之墓。耶律禹之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墓主人是契丹皇族成员耶律禹之。其墓室规模宏大，结构考究，是辽代早期墓葬的代表。阿鲁科尔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距离赤峰市大约200公里。这里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曾经是清朝的边疆重镇。耶律禹之及其家人的墓群就在该旗的罕庙苏木乡。耶律禹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为契丹皇族。他在年少时跟随耶律阿保机征战草原。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设立了附庸于大辽王朝的东丹国，耶律禹之出任东丹国中台省右次将。由于兼任东丹国国王的耶律倍在皇位争夺中失败，被迫出走，耶律禹之成为东丹国的实际统治者。在耶律禹之墓出土之前，还有一次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那就是1987年陈国公主墓的发现。陈国公主墓属于辽国昌盛时期的墓葬，不仅出土了墓主人的银丝网衣和头冠以及面具，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实用器。但是从出土文物的形制上看，这个时期的契丹民族已经汉化了，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发现辽早期的大型墓葬，是考古工作者们十分遗憾的事。而耶律禹之作为辽代开国元勋，其墓葬自然成为了辽早期墓葬的典型代表。他的发现填补了辽早期墓葬的空白，对于研究辽早期墓葬文化意义非凡。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兴起于希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过着车仗为家的游牧生活。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国，辽国在强盛时期曾经强迫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坐享岁币，成为与北宋并立的北方大帝国。他的势力范围一度达到中亚地区，但200年后辽国灭亡，契丹族也神秘地消失了，留下的文化遗迹屈指可数。耶律禹之墓及其文物的发现，对于研究神秘的契丹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耶律禹之墓，其墓室距地表深约10.2米，墓门以朱红为底，绘有牡丹、飞凤和黄彩团花等图案。墓中主室长宽各4米，顶部为攒尖顶，整个主室全部使用绿色琉璃砖营建，这是耶律禹之墓最大的特点。尤其是地面的琉璃方砖，雕刻精致，每块琉璃砖的4个角都有蝴蝶蜜蜂的图案。整个墓室典雅华美，四壁异彩，形成一个绿莹莹的地下宫殿，这在以往发现的辽墓中尚无先例，堪称一绝。耶律禹之墓之所以备受瞩目，还在于其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大量丝织品，这是迄今为止辽墓发掘中出土丝织品最多的一次。这些丝织品成为研究辽早期生活的珍贵物证。这原本是一件锦袍，锦袍的胸部是2只用金线绣成的凤鸟，它们有鹰的尖嘴，火焰形状的凤尾围绕着全身，紫色的底纹映衬着金色的凤凰图案，绚烂而不失典雅，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都不失为一件精致的绣品。在显微镜下，锦袍工艺渐渐凸显出来，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工艺，它以名为断纹尾二虫的组织做底，先织出团科，再用粘金线和粘银线在团科内织出图案。在辽代，这种工艺被称为妆花织物。这些在工艺上超越了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丝织品，使得那时中原人对契丹服饰趋之若鹜。
在内蒙古博物院内保存着耶律吕支墓葬之中唯一的一件完整的丝织品，这是耶律吕支生前穿的一件锦袍。锦袍的样式简洁利落，但是织纹图案却异常的精致。在1000年前，草原民族的纺织工艺能够达到如此的水准，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丝织品，同样让世人叹为观止的还有墓中出土的金银器，这是一批让人为之震惊的文物。金碗、金花银杯、鎏金银盘、金花银盒、扎斗，40多件金银器散发出熠熠的光芒，精致的工艺，宽大的器型，每一件上都遗留着主人使用的痕迹。在耶律吕支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许多器型都同时拥有两种甚至更多种文化的印记，粟特文化的连珠纹、突厥文化的折尖怪、古印度文化的摩羯，还有中原文化的竹林七贤，杂糅在同一座大墓的文物中，令人倍感惊奇。在这些金银器中，有一件万岁台金花银龙纹砚盒显得与众不同，砚盒上装饰了一条盘龙，蜿蜒的龙身占据盒盖主体，龙嘴衔着一朵盛开的莲花，而花蕊正中竖刻着三枚大字万岁台。万岁是专属于皇帝的代称，这两个字怎么会出现在臣子的陪葬品上？除此外，与这方砚台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杆毛笔，笔管上同样雕刻着龙纹。龙在古代是帝王的象征，在使用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耶律吕支是辽国的大臣，他的陪葬品中怎么会出现龙纹？后经专家调查和推断，这件万岁台金花银龙纹砚台和毛笔可能是在耶律吕支生前皇帝赐予他的。除金银器外，耶律吕支墓中还出土过瓶、壶等实用器，以及鸡冠壶、穿戴瓶等瓷中上品。这些文物艺术水平非凡绝伦，成为辽代早期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1992年，耶律吕支家族墓群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之一。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它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取材自然，拥有兼、奇、圆、健的四大品德。它看似纤弱，但当笔端浸满墨汁之后，就如同被注入了灵魂，成就了中国经典的书画艺术，也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毛笔。